嘿，哎呀，还有你手提的物件，就是直接找到。我都跟你求出去，害你死在洪高压火山口。阿爸，到底谁害害死的？我已经替你报仇。真心的来，看着这张被，全靠我哩真来呀！要保钱家的冤，想保钱家的保，求钱连开我，风下无单。客伯，你讲九千连亏我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听无呢。我嘛想无，阿唔过，我想等下找到台湾阿爸凶手，这个病都当解开呀。客伯，那恁咱紧来走，较免搞伊只乌狗入掉。什么乌狗？你讲是师傅？伊袂晓讲话，应该不是狗屁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拄只乌伊只乌狗入的时阵，哦哟，入到咸要无命呢。讲起来话那么真好笑啦，伊竟然敢看我迄本太孤独呢。我骗伊，伊就欢欢喜喜提走，嘛无搞我入啊。你为什么太过度？迄阵青叶红花把我抓去三不一路一段的所在做苦工，我伫伊的房间看到迄本太过度。啥？你讲迄本太过度？你等下去找乌狗？啊，想做是无？迄村公对我来讲真重要，像讲的是阮阿爸留我一个真大秘密，那是无去就害啊。哦，客伯，歹势啦，我唔知迄个物件对你来讲遐尔重要。多多讲的乌狗，敢不是狗白？不可能，师傅对我稳定如山，我哪当有这种想法呢？客伯，是安怎？你生气是无？无啦，不低价无做，我不怪你。总算找到春光岛，我来当找到上峰调拨单位，来当完成皇上交代的任务啊！这啥？总部岛嘞？那我找无？可恶！这吉祥仔，这尼个搞怪，还我浪费这尼个精神。当年只要是叫三不二龙得去坐不回的时阵，早就跳崖自尽啊！但是那高兵那讲伊真搞怪，还浪费心机呢。原来在坐不回的前一天，高兵也捌来找过只要是，伊两人有达成一项协议，只是想袂到讲这个协议竟然说害只要是也来杀身自负。哦，啊，目的就是要来找传说中的双峰碉堡就安尼啦。啊，然后不然就开始算。只要你会当帮助我找到双峰碉堡的，那成功，我回去就是照明皇上。你唔那么大官能做，甚至会当享受一世人荣华富贵。你想啥款？我甲阮囝性命，还搁在日本人的手头，我必须要利用伊来脱身才对。
你考虑到啥款？无啦，我是想讲哦，但我这社会啊，也无想要做官啦。只要你让我叫我出去哦，什么拢好讲的。我既然有才调你吧，我就我都叫你出去。你若这个时阵叫我出去，你本人啊会四鬼通缉我，就是为我赶快在人的手头啊。我有一个办法，日本人一定会逼我带因去找迄个宝贝，到到迄山脚顶，我借迄机会甲跳落去，啊！你伫山脚等我，哇！安尼应该就万无一失啦。你无代志啊？谢你，那无你哦，我危死！感谢感谢，莫安尼讲啦。你即马会当甲我讲双凤雕牡丹遐伫倒啊？我甲你讲哦，我就唔知影，我是有法度甲伊斗出尔啦。你搞真笑！我你见过。我无参像日本人这样讲，把你关起来尔。我即马随时都会当治你的性命。你若无阁老实讲，我连恁囝钱来呀，嘛袂这样简单放你爽。